送货，我就不走高速公路，我还以为你去伪造回数，没有，走省道，两三个月下来，哇，我的薪水又多了10000多块钱了。老板的办公室传出来的，哦，那一幕我太震撼了。他坐在他的办公椅上面，一个女生就骑在他的身上。11点热炒店。